七，那你要换一条项链。对呀、啊。你要自己戴的还是要？你这个可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啊、这个。这个多少？这个八。那么长？你不要长，就把它剪掉啊。剪掉。这个。这个也漂亮啊。那个也好看啊。但是男生就戴哦，男生啊、哦，嗯，你是男生要戴啊，嗯，男生不会长啊，男生戴起来到这里啊，这个，嗯，这个不会成长吗？不会啊，他戴下去，男生戴刚刚好，男生，哎，我项链呢？这个在鼻子，男生戴下去啊，会比较短一点点，戴在这里。真的吗？男生会比较胖，怕胖吗？也还好。对啊，男生。如果我戴不是太长。不然你试试啊。是吗？你戴太长了。我戴太长。你戴太长了。男生戴应该会刚好了。是吗？除非他喜欢戴短的。对。他喜欢戴短，那就要剪啊。要剪吗？剪啊！你如果喜欢这个款式，就剪啊。哪个比较好看？都好看啊，你问我都好看，这个也可以啦。好像这个很粗啊。这样。这个女生吧。没有啊，男生戴。这个多少克林？这个比较轻哎，这个还可以退钱，应该还可以退钱。因为我戴那个那个乱七八糟一大堆呀，真的。这个可以洗一洗吗？可以。这个我要再退给你5700。是，我不用退了，全部了。啊，全部就不一定哦。不一定什么？就不一定会退，或者是你要再补我这样子啊。啊，不要太多，补1000块还可以。不行，应该没有办法。是吗？嗯。这如果这个不要剪的话，就是这样子而已吗？因为还有卖掉很多，要再剪。是哦，还没进来呀、啊嗯。你这个会再补很多哎、欸，补几千块，补1万多块哎、欸。全部？对啊。没有剪掉。对啊，没有剪掉的话，6720加，对啊，再补12900哎、欸。这个比较重。刚才那个多少？那个的话大概是667。如果一样那个呢？一样那个就要这个短的。这个长了哪短？啊这个重量，要不然你就要剪。剪对呀、啊，我都是剪呢、啊。剪的话，我算算看了哈。6720，你要剪到多长？像这样子。大约啦，嘿、嗯。你还是要以它剪下来的长度为主。这样再贴2500，毛了。剪，剪到的。剪，你要剪跟你跟这一条一样长。这个一样吗？一样长。那这个多少？这个还补钱吗？不，这不用补啊，这个我就退给你啊。这个。对啊，还是你要直接换这一条就好。但是我这样子。这条蛮漂亮的啊，这条戴起来好看，男生戴起来好看。是。嗯。对啊，这条我要再退给你5700左右。不用退吧，太贵。我没有是这样子。不然这个要剪啊。但是这个很那个呀。这条漂亮啊。对。要到下礼拜才会再补货。是。嗯。这个可以洗一洗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能，给我用。我看见这个。弄一下。都乱七八糟的。乱七八糟。这个很脏。乱七八糟。那这个更乱七八糟了。这个就没办法了。
如果太长了，这样就刚刚好嘛。你现在是男生要戴吗？啊，他会很胖吗？跟我差不多这样子吧，但是比较高。对啊，那我就帮你用。你要跟这个一样长吗？跟这条一样长吗？可以再长一点点啦。1尺6，哎，这条一样，跟你要这个一样一样长。对对对对，跟它一样长。但是它多少钱？就我刚才算起来的。2000多块吗？哎，不是2000，哎，我再算一次哈，我要算它的重量。对，大概在2500左右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，那我剪了。先生不在。在楼上。哦。这个没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。剩下多少？6700。6720。哦，那个可以给我那个吗？昨天那个掉了，那个后面呢？好，等我一下。洗头发掉了。是哦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太松了，那个上次那个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啊，打完。疫苗。疫苗三第三剂。第三剂。对。Mas guys, sekarang 6720, cepat beli ya. Cepat beli. Oke mas, ini mahal tapi dijualnya harap naik. Ayo ya, congkong leonin.你这个要换粗一点吗？啊？不用吧，哈。就是。然后我 ESCO 它要换粗一点的。这个好看吗？这个比较粗啊。这个粗吗？嗯，那比较粗啊，粗啊，是比较大比较好用，不然那个也可以啦。这个，那太小了，就跟它一样啊。这个多啊。跟它用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好啦，不要太大。太大了，有时候会。会掉。不是会掉啊，就是。太粗了，你那个洞洞没那么大，也不好看。哎，等下这条要洗。这个也可以洗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洗啊。你看哈，这样的长度嘞，这样两个。他不是他要带的，他要送的。你要买给你的谁？你要买给你的谁？我的那个。阿娜达。是吗？阿娜达，这个是。对，阿娜达。